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阿元。大家，我是小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问你们几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，我看你们够不够聪明。我是来接受挑战啊。OK， 第一题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在沙漠，然后你很渴很渴很渴，里面只有两杯水，一杯水一杯尿，你会选择要喝哪一杯？一杯水、啊、你很渴很渴，一杯水一杯尿，还是一杯血一杯尿？一杯血一杯尿，一杯血血，对对对，血一杯尿、啊、你喝哪一杯？来，请做个选择。血就应该是喝不下了，尿比较像水，所以应该是尿啊，我会喝尿。 OK， 可是我刚才前面我有讲你有两杯水、哦啊、你不喝水你喝尿、啊、什么鬼啊OK， 我再问你第二题，问第二题。 OK， 我问你啊，为什么青蛙会跳高过树？它可以跳高过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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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我问你，一个空书包啦，平均可以放多少本书？一个空书包，对，一个空书包平均可以放多少本书？那书包几大？就普通的书包的那个 size 哦，平均可以放多少本书？书本大本小本嘞？就课本呐、啊，课本呐、啊，普通的 size 啊。啊。我问多一次啊，一个空书包平均可以放多少本书？啊，应该是八九本啊。八九本啊？错，答案是一本，啊、因为放一本过后，它就不是空书包了。我再问 ，OK， 问你下一题，问哪哟？怪你给我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啊、嗯？为什么印度人、马来人啊，他们都喜欢用手抓饭吃？因为要知道答案吗？因为因为懒惰嘛，平时。错，因为手比较干净。啊、嗨，阿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、hey, ，我问你啊。小明的生日是在3月30号，这样请问是在哪里一年的3月30号呢？他出生那一年？错，是每一年。OK， 再提再提。小明习惯哦，把剩饭啊，如果剩饭粘在粘啊，他是习惯这样子，然后拿来吃。但如果有一天那粒米是在这边呢，他会这样做。换手啊？错，他是这样子做，把米放在这边，再这样子。OK， 有没有被炸到的感觉？我只有白痴。OK 啊，收钱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拜拜，我是姚吉健。拜拜。